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晴宝。那么使劲干嘛？我爸爸给我买的快递盲盒到了。它这个包装是我妈妈给我拆的哈，我根本就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对，这是爸爸挑的，然后我取的快递，我打开的，晴宝压根就不知道里面是啥。对。所以说今天来一期就是盲拆的视频。你看我爸爸的眼光怎么样？行，来吧，里面应该是三个毛绒公仔。确实是三个。我觉得挺好看的。来打开看一下，先看第一款吧。第一个是库洛米，来你妈妈看看。哦，库洛米的这种小公仔的钥匙链，大家看也可以挂到书包上面，是不是？对，没想到我爸还懂三高嘞。你不是喜欢这种吗？对呀、爸爸好了解你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家里我们家好多这个库洛米的。对，全部都是，有可多都是三丽鸥的。来吧，看第二个。第二个。看到什么了？粉粉的一个东西。粉粉的，会是啥？大家来看一下。哦，这是一个小钱包吗？对。爸爸觉得你特别有少女心，给你买了个粉色的。多巴胺的。多巴胺的，你打开看一下那个拉链，让妈妈看里面空间怎么样。名字，里面就是这种。啊，好看啊！你别说啊，我觉得爸爸应该就是挑那些特别大直男的，没想到这么有爱心。好暖心啊，我觉得。对，这也是一个小钥匙链或者钥匙扣都可以，是吧？对，我爸肯定还觉得我还是上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。我觉得这个好看呀。我也觉得挺好看的。摸一下是吧？线条小狗。线条小狗。对。啊，这个表情包好看。是吧？还抱了一个小爱心，这个表情包好看。爸爸这次买的三个都是钥匙扣挂件。对。或者书包上面都可以。你喜欢吗？当然喜欢啦。爸爸没想到买到你心里啦。对，我爸爸给我买的这三个小挂件我都特别的喜欢。首先呢，要谢谢老爸。没想到一个大直男还有这么暖心的举动，是不是？对。那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祝大家天天开心，拜拜。